哈三元 Japan， 我是变态先生。今天我们来到的店就是这里，佩登利寿司，这是这个在麦频道我跟 Lenny 一起介绍过的店。但是哦 ，Yuki， 你还没来吧？对，第一次来。然后我刚刚有去排队，就是这样。好，现在的时间是10:15左右。先几位用餐？两位。两位用餐。那先生的位置大概是在第二轮的时间，大概12:30左右。12:30。对，那如果有位置的话，会提早打电话做通知。谢谢。谢谢。然后我排的时候也大概我前面有10位、15位左右。所以现在也超级红的意思吗？对。然后啊，就是这个店是它比较便宜，可以享受高级寿司的店。但是啊，在这里举办大胃王计划的话，要花多少钱？等一下，你有带那么多钱吗？其实带没有那么多，但是超级 CP 值高的店。所以今天的计划是在梅顿利寿司举办大胃王计划。其实今天没有游戏之类认真调查的那种，要花多少钱的？还有比较便宜的寿司是哪样的东西？那马上记住，成功吧。好，我们进酒店里面啦。真的很热闹哎。开店之后已经过了大概一个礼拜、两个礼拜左右，还是人超级多。然后今天的大胃王的规定，我们要吃完50的寿司，两个人50个还蛮多哎。然后有更多好吃。今天我想举办大胃王计划，但是最便宜的价钱可以举办大胃王计划吗？这样子，所以不好意思。好好好。这个店里面最便宜是50块、60块，就从这里开始，然后要值50的，那花多少钱？这样的调查。好，那今天点的是全部都是握寿司，然后握寿司里面的话最便宜的是20块，然后60块的也很多。你先要点50块的，还有60块的。好的，有哪样的东西呢？军长，抱歉，对，50块 sold out。所以种类一个变少了，我话相信。然后他们是不是一盘一盘，就是各一个各一个，所以我们是点各一个。哦，这个也很好呢，可以享受很多种类的寿司。哎呦，鱼只收30块而已，四片一盘，所以总共的数量是21。然后现在他很贴心的地方是总金额会这边出现1243块，这个算是便宜吗？比较贵吧，可是搞不好品质就真的差很多。那我们要点。哈哈哈！你看这么漂亮，已经流口水了。这个是30块、50块、60块的寿司呢。如果你第一次点这个梅顿利寿司嘛，对，所以你先要点。好，可是这次的计划来说，最重要是从饼价开始嘛。那最便宜的是30块的玉子烧，然后日本人来说，看玉子烧的口味就知道那个寿司店的品质了。那いただきます。欸、真的很好吃哎，真的不是夸张讲，我有吃过很多寿司店，可是这个鱼子烧最好吃，甜的，然后很香，又很大块 ，CP 值太高了吧？那下一个50块的话，这个吧，这个应该是章鱼，咕噜咕噜多多 shaki shaki 耶，甜多形容词呢。还有我想吃这个可以吗？这个好像是放起司吧，烧烤的，いただきます。当然上面真的很好吃，可是它平常啊这样烧烤的寿司里面不会放 wasabi， 可是它还有贴心的放 wasabi， 可是只有放一点点，就是 wasabi 的那个香味不会反到寿司的本来的口味，真的很厉害。我也继续上次吃过，还是我也想吃。那我要吃这个虾子，因为这个虾子是标准多有咸鲜寿司啦都有嘛，那吃这个的话应该可以吃到他们的品质吗？这个是已经煮好的有 boil 的叉子嘛，然后在其他的店的已经煮好的叉子是，我想想里面的话很薄，还有有点干的，但是这个的话有慢慢的时间，还有特别的部分是很厚，所以这个50块的话我真的可以接受。还有这个地方的部位当然那个職人さん自己这个握的，所以这个叉是应该价钱的差嘛。
那你最想要吃的啊？最想要吃的，我其实喜欢这样的 YB 音色的这样的寿司，我很喜欢。いただきます。买这样外宾式的寿司，有的时候有的口味很重，那是这个质感一点点，我可以接受的程度。还有金秀这样的外宾英式的寿司是对男性的那个重要的部分，超级好吃。我上次那个体验过，一天三餐 AB 男友那几份的时候学到的。但是自己偏吃偏点的话，对其他的客人也有点不好意思啊，也是。所以要先点70块、80块、90块，然后点的时候的微笑就是那。先我们要点其他的部分嘛，那这次点70、80、90吧，有哪样的差别呢？在台湾的话，平常不会看的海鲜也有呢，比如说虾果。对，我刚刚吓到。别忘了，70、80、90块的寿司的种类数量是19、20、1628，还蛮贵的哦。所以已经超过3000块，还有清点没有还原，这个是秘密。所以他也不会知道，只有我们机器人知道。对。那这个部分也要点吧？对，这样。所以已经到大概3000块钱，还有总共的数量的话，40个人。然后就是已经我们的吃面了。好啦，見てください。好啦，还有哦。这样不行，前面的话带着。好啊，见到出国。不想说没关系，可是没关系，对不对哦？看菜单的话，这个不是干贝哦，它是乌鸡改，都没有吃过，对吗？全部都一样，好吃到有点灵敏，鳥肌。有那么好吃啊？因为这个店的寿司的种类超多，所以我没有吃过的海鲜也可以吃。这个东西超级好的，那我可以吃吗？我已经知道，それは啊。点下来啦，这个也不到100块，这个不到哦。对啊，太划算了吧！いただきます。浓到爆，再一次吧。可以，赢的话可以选3个。今天都是手不耶。那我要选是这个，很好奇的。虾果，我也有好奇啊。这个哦，烧鲑鱼，还有超级大，然后再一个是。银袋子，因为我知道你想要吃那卡尼米索，点的时候他自己说，哎，有卡尼米索，有一点开心高兴的呀。那我一定要选这个卡尼米索吗？然后，哎，这个没有看过哎，这是什么？哦，活章鱼。哦，这个太火。哦，哇。这样他们也不会寂寞啊，他们你们可以在一起。它是值班，我想知道它的味道。你这个兄弟很像虾子，可是不像虾子。那一大猫，它的香味很重哎，然后它的肉比较很软很软，很好吃哎。我真有好奇的想去吃活章鱼。卖了，这个已经处理好他们单鱼的那个黄色的皮的部分，只有软软的那个白色的肉，这个超级，这我有可能今天这里面最好吃，就那么厉害。那我也吃，我3元。你在这里，你在这里，那我要吃酱油。蛮好吃的嘛，真的这个好吃到想要拍手，师傅他真的很厉害。很快，太大胃完了，看到了吧？超级快，这个吃法真的有点，有一点我知道意思的感觉。我都没有讲什么感想，可以这么顺的吃吗？真的不骗你们，我觉得值得排队，可以来这边吃。还是我们最后要发表自己最喜欢的寿司的 top three， 这个一个一个吃吧。有你想说感想的寿司的话，举手。这个干贝嘛，贝类，这个好像有烧的，这个什么鱼？大部分都是烤的鱼。应该吃的话可以知道。いただきます。油超级油花，我感觉比普通的那个猪肚肉还要比它比较好。我让烤的效果很大的意思，真的很大。看起来干贝的那个。いただきます。应
在你吃的比那个味道更的感觉，咬一口咬一口之后，它的那个香味会更酥更酥这样。哎，这个龙虾的比较便宜，这现在是90块，烤的是80块，为什么？奇怪的感觉。嗯，是39个，40个。那么。那还有十个，那有个其实没有看价钱的话，最想吃的是什么？我应该想吃的是海胆，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吃海胆。我的话可以吃那个中トロ的话很开心，这样子吃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个中トロ比较有很多好吃的用。但是可以到海胆或是中トロ吗？可以吧。那先要搞100块的寿司，燃烧什么边肉？还有鱼干。那就大概这样吧。现在目前没有中トロ跟我的海胆。那接下来要看110块。110块的话，这边有哦，有耶，水煮松叶虾跟马兹巴卡尼，这个大概100块就可以吃马兹巴卡尼松叶。是哦，这个有的时候很贵啊，超过500利币左右。嗯，那很划算耶。然后其他110的话，好像没有没有吧？那先要点这个鱼种。好。你要接受今天没有蒸马兹巴嘎尼亚西，我的锅已经取代它的味道。可是有水煮啊，真的也想吃啊，我想比较看看，但是买完的话没办法了。然后1点120块的130块的寿司，总共的数量是10个。可是其实还是感觉比刚刚的还要高级的。对，那我们也吃吧。那你先吃这个马兹巴嘎尼的松叶先。那么好，因为你刚刚在难过嘛。谢谢游客。いただきます。はい。哦，水煮的也已经超级好吃哦，是哦，嗯，因为价钱的话一样，对，这个不是鲜的是贵，水煮的是便宜，没有这样的分别，都是有好点。那我有一个好奇是，这个什么，哦，看起来好像有一点怪怪的蛋的感觉，它是已经结婚的昆布，昆布会结婚哦，他们也其实会结婚。那いただきます。很像卡斯诺锅，可是感觉比卡斯诺锅的蛋还要弹性。那卡斯诺锅你可以吃，你要比较看这个频道已经是うまい，我们今天说明太多。对，うまい的频道是比较介绍美食比较多，所以还没订阅的大家，每天我们5点更新，要订阅。いただきます。那卡斯诺锅，比较脆脆的感觉，然后昆布这个比较。感觉有软软的，比较弹性大，可是味道是差不多，应该是口感的问题比较大吧。还有现在到了那个140块的寿司，两种而已，这个盘子也有点不一样哦。这个两个都是中トロ，一个是烤的，一个是小的，这个是140。这个应该马上要做，你想吃？好的，或是生的。这个部分的话，其实真的自己决定是很难的事情。他说生的比较推荐，但是台湾的大家比较喜欢烤的，有这样的差别。我其实这个已经吃过，对，推荐。那你今天体验看看，台湾人比较喜欢的口味。对对对，那吃吧。いただきます。いただきます。然后呢？这样好浓哦！我也觉得这个上次吃这个中トロ的时候，超级油分也，但是这样烤的话，因为有原本的油分很多，所以烤的时候的这个香味也更强，价钱也一样。那你个人是觉得哪个比较喜欢？兔子的状况，那前面兔子超级饿的状况的话，我可以对着烤。然后后面比较一开始包的时候的话，这个鲜的比较清爽。还没吃的寿司也有，但是我们已经点的种类是40种，所以最后一款。这次的话，150块。这个150块里面有海胆。谢谢，150块的寿司有很多，然后海胆的价钱是180块。不好意思，但是可以点最后的一个，这个可以交给你。那有可能点什么？决定好我的150块的东西。其实啊，150块的种类很多，然后这个
的很多的，其中大部分是几乎都是贝类，然后贝类都卖嘛。其中150块有一个东西就是这个冰木鱼，很漂亮哦。哦，你这个相反哎，又下面太大，因为太特别，所以最后想吃。有点好奇为什么做这个？这个我也有点不懂，做大人的想法。这个最后啊，那我也就是哦，いただきます。嗯，弾力がすごい，弾力很厉害，肉它的味道很满满的甜味香味，看起来很大，可是没有完全的比较浓厚的味道。果然150块，在店家里面比较贵的。最后只这个柚子小带料，所以我也很快。嗯，最后一个，吃完了。超级满足，这样可以吗？太豪华了。然后应该大家有点好奇的是价钱吗？从最便宜的东西到那个比目，总共的价钱就是4246块。哎呀，4000哦，可以拍两次计划哎。但是无锡啊，因为这样的话感觉比较还蛮划算的。然后如果我们要发表我们可以推荐的 top 3的寿司，那先我的话，第三名是カニ味噌，然后第二名是中トロ炙り，然后第一名是ゴジャン油。カニ味噌的话，虽然价钱是很便宜，但是有很浓很浓的味道，那个我很喜欢。然后第二名的中トロの炙り，我是我上次没有吃过，然后吃到的有点有感动，这个心情很大。然后第一名ゴジャン油，吃到的程度最大，还有价钱很便宜，所以我觉得 CP 值最高的寿司就是它。那又我是不只是好吃而已，也有第一次的体验，还有好吃。那地方也有加进去我的评分里面。第一名是虾狗，因为在台湾真的连菜单里面没有看过，比较高级店才有的菜单吧，所以我觉得很好奇。然后第二名是还是好吃的那个秋多罗，那个果然是寿司里面的应该是王者吧。然后第三名的话还是我果然喜欢虾子，这是我们推荐的，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一定要来这个梅登里寿司，然后试试看我们推荐的寿司哦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结束，谢谢大家，拜拜，拜拜。明枪鲜花破天际。